杜宇，男，22岁，湖北人，北京大学金融学专业。主持人好，推荐人好，在座的12位 boss， 台下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叫杜宇，杜甫的杜，雨果的雨，今年22岁，来自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我是一名土家族的男孩。在过去的学习经历当中呢，我主要在课余的时间有过一些实习跟创业，其中实习主要是在腾讯、德勤、摩根士丹利华兴基金以及国泰君安证券的投资银行部。创业呢是在研一的时候跟我的小伙伴一起做了一个针对创业企业的一个融资咨询公司，所以我今天来应聘的职位是创业企业的一个战略投资分析师的这样一个实习生的岗位。谢谢大家。主持人你好，这是我的简历。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上来他们笑成那样。可能我长得萌吧，大家觉得呢？这边的女生喊得最重，因为什么？他也不是很帅呀，为什么他上来你们笑成这样？北京大学的学霸。哦，北京大学的学霸。对，所以你们是学经济的北京的。你们是经济的，学经济的。对，金融的。学金融的是吧？哦，很好，因为你说他是北京大学的学霸，不是说他是个小鲜肉。不是，驼磊，你跟张博笑的连晚饭都给你了。张博。我笑是因为第一是他是我前同事，第二是我觉得我们很有机会合作呀。他是你前同事啊？他不是写的腾讯的吗？以前在腾讯实习过，我以前在腾讯啊，虽然我们没有交集，世界上没有交集。所以你们俩能怎么样呢？可能有结果。你们俩可能有结果。我要对你祝福一下，张博，作为你的好的结果。我们很理解你找对象的这种迫切的心态，但是咱们一定要看看年龄了。你看你又狭义了。我误会了。这个年代年龄都不是问题。我说的也是，10岁算什么？啊，行了。来来，我们听一下他的推荐理由啊，徐瑞的推荐理由。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个？对，我觉得杜宇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让人拒绝去推荐他来非你莫属的一个求职者。他除了是北大。金融的硕士之外，关键他今年才22岁，就已经读到研三了。什么时候读的书啊？然后你说学习好吧，他还特别能折腾，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实习经历，并且实习的企业都是那么的高大上。然后今天想来非你莫属的要求也不高，也就是想找一个实习的工作。我觉得面试就直接结束吧，就给吧。你怎么那么会读书啊？22岁就研三了。其实没有说到读书这个，刚才这个观众也是一直说学霸。我就如果在座各位看到是我手写的那一份报名表的话，在这个竞选格言那儿我写了2遍，然后都花掉了。我写的就是我不是学霸。就是、对，你说你简历我得批评一下你，大家看你简历，这是我看到非你莫属这个，简历涂改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啊，就能够看出你内心的纠结。你看，首先在工作经历年份那儿，第一个你写的是腾讯，划了，写了个2015，对吧？对。然后呢，应聘宣言以前写了一个我不是学霸，划了，改了一句诗。然后呢，一句话总结自己，又写的是我不是学霸，又划了，写的是金融小生文艺范儿。好，报名来源微信一划了，写的是邮件。其实我觉得这个那么着急啊，你。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我要解释一下，就是当时我在那个初试的这个会议室里面有其他的很多的选手，然后我最开始呢就是就大家彼此都会有一个自我介绍，然后我说我是北大的，就所有人都说那你是学霸，然后我觉得这样不行啊，这还只是一个小范围内的一个测试，万一我上了更大的舞台，是不是大家都会觉得我是学霸呢？所以我一定要在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我不是学霸这一个事实。你是觉得学霸这件事很羞耻吗？那倒不是。对，你首先你理解学霸什么意思吗？我理解，因为在我这个意思，你属不属于这个标准里的？我觉得我不属于学霸。不是你觉得，是你的成绩真实情况下属不属于？你 GPA 多少？3.8。OK， 那算是学，满分4分还是5分？4分。那算学霸。那你明明是你，为什么非说不是呢？你知不知道过分的谦虚就是虚伪呢？只能说可能。我会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时间而已，当然主要也是因为我从小没有参与这个优胜教育的这个课程。你这是过分谦虚。
我们在讲背后还有没有原因，就是说你可能是不是会以为说学霸在我们的默认当中共识当中会认他是一个比较无趣的人，然后你想传递的意思说你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徐老师讲的这一点有一点契合我刚刚内心的想法。本身我觉得学霸这就是一个比较受争议的话题，那其实我觉得我在应变的过程中还是缺少一些技巧，他们对我未必在这个环境留下了真的那么好的印象。你有其他的标签其实是胜过学霸这个标签，因为我看他简历里面有细节，比如说他的这首诗其实是个藏头诗，很有才华，然后呢喜欢又会唱歌，然后又是个开心果，又是文艺范儿，所以我相信张博，我觉得可能在接下来面试过程当中有必要让你停止发问，因为我觉得你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了，你的那个状态就是你知道你发问的时候那个后槽牙都露出来了，徐瑞老师，不是你要允许他见到一个稀世珍宝的那种狂喜吗？你能矜持一点吗？我相信今天有很多公司对你是特别的感兴趣的。我问你几个问题，先进行第一轮选择，大家把问题保留在第二轮。第一，你今天是来找实习工作，对，但你肯定看见了很多人爱你，你坦率的说，如果找到了这份实习工作，将来有没有可能留下来？有没有这样的打算？其实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就是只是来就是找一份实习，就完全不可能留下来。对，因为我现在就是已经跟一个公司签约了我毕业之后将要去工作的这个 offer， 所以我也本着对我这个雇主的一个真诚。哎，那你为什么不能在那儿实习呢？已经有过实习了，所以你还想再试试别的企业实习？对，我刚才也特地讲了，我非常希望能够找一个创业型的公司，所以这一点完全不可撼动，你是绝对会走的。大概周期多久？你能实习多久？对，大概多久？大概周期，我觉得是至少三个月吧。目标企业，首选企业。目标企业可以先不说吗？可以不说啊，这个没有问题。每周大概工作几天呢？你现在？每周现在是这三个月的话，我是可以工作五天的。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奇妙的问题，这个舞台上头一次，大家伙要抢一个明明知道要走的实习生啊！但是大家爱才有道，喜欢的也尽可以亮起灯来。第一轮选择去火流。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谢谢大家。我今天主要准备了一份 PPT 来去展示一下我过去的履历。主要我过去有四大方面的经历：投资、融资、战略和国际。首先在投资这个方面，在 VC、PE、公募基金都有过实习的经历。那在理论方面呢，我目前是 CFA 的三级候选人。在融资方面，首先在债券融资方面，当时有参与了一个50亿的企业债的发行。那接下来的话呢，在腾讯的时候，是在这个战略发展部做了对内部产品的一个战略咨询。在德勤咨询的时候，主要是作为顾问的角度向企业、向我们的客户做了咨询。他很优秀，确实很优秀。那其实我们对于优秀的人，尤其我们企业在明明知道你会来三个月就要走，我希望知道的是，你希望在我们企业，如果你来 PVGo， 你想获得什么？第二个，你要来了之后能帮我们某一点能提供什么价值就会更好，就是你能帮我提供什么。那我缺少的，也就是为了想把我刚才所讲的创业，自己创业的这个项目做得更好，我发现我有一个很大的欠缺，就是我没有真的深入了解初创企业。我非常想获得的，那就是在一个初创企业当中能够跟各位小伙伴一起混在一起。来说第二个问题，三个月能够给这个企业赋予什么？我所能给的，其实我觉得我也比较嫩了，但是我或多或少的觉得在过去所积累的经验就是两方面的，第一个是商业分析，第二个是融资的经验。那如果说这个创业公司接下来还要进行下一轮的融资，我希望我能够协助这个过程。那如果说这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许要进入其他的市场，也许目前的产品发展遇到了一些瓶颈，我会希望用我过去所积累的咨询师的一些分析方法来做一个客观的分析。来说出这家公司是谁。说吧，你都第二轮要选了，揭晓谜底吧。我的意向企业是美拉美妆。哎呦天哪。哎呀，你看他那样啊！我还挺意外的。哎呀，你刚才你还翘着二郎腿，他一说你马上把二郎腿放下。来表达一下吧。不对，咱俩聊的时候你不是说美拉呀、啊？这个，等会儿，你们俩聊的太严重。咱俩聊的时候不是啊，我可记着呢啊。
不能糊弄我。他说的是哪家？他本来说的他说的是艺行啊。现在怎么回事？美女的力量还是大于野兽的力量？也不是。来、就是、来让他回应一下，回应一下。嗯，其实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很纯洁的人。小子，你还哎呦啊！幸亏我记住了啊。其实是这样的，今天来这里来之前，其实我不太知道今天会有哪一些企业来，所以我当时就是我一开始不知道美拉今天要来，然后我有看到说在所有的企业当中，我发现哎，无人机挺酷炫的。但是为什么我刚才就是看到新朗坐在这里，也想去选择它？就是其实提到第二点吧，就是您就是各位刚刚问到的一个问题，我所能带给你们什么？因为美拉是做社区嘛，我在腾讯是研究社交，那刚好我接下来在帮这个美拉做融资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帮到新拉更多。所以刚才我们问你那家中艺企业是谁，你说我要不好意思说，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对，因为我来到台上，因为你残忍的在野兽和美女当中选择了美女。因为我来到台上就懵了。那个杜宇，我给你提供一个信息啊，就是说艺行现任 CFO 刚刚被 Bloomberg 评为全亚洲Best 就是最佳 CFO 全亚洲排名第一，没用，下辈子做个女人吧。对，哎呀，杜宇，就是杜宇，杜宇，你非常清楚，你不能说话，哎呀，杜宇，说话的权利。杜宇，我认为你要醒一醒。现在今天在座了这么多，好，现在今天有三家互联网金融企业，那么你自己学的是金融，我觉得你首先要在这个领域上面要多多的思考。第二点，互联网金融是金融行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我觉得你不选择这样一个机会，仅因为一些可能是外貌的一些东西而做了这样的一种选择。你一直对颜值很有自信的，你怎么今天说这样的话？涂磊老师，那个，所以我觉得你首先你要冷静，第二个事情是你要为你未来的职业规划想清楚。杜宇这孩子就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太优秀了，目标也非常清晰，所以其实当他说出意向企业是谁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什么悬念了。我个人觉得杜宇的才华是遮不住藏不住的，他是可以略过的，你们是可以直接选的。但是其实你这事儿的弄得别人其实确实挺里挺不落人的，你就来三个月，明知道就要离婚干嘛接呢，对不对？来第二轮选择去后流。你看他们多爱你，他们不为天长地久，只为曾经拥有。来，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从徐昭开始。我们呢现在就是在酒店行业啊，现在是在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整合和兼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热烈欢迎你，苏巴酒店会给你这样的机会。谢谢你。我给个投资助理的职位，然后地点呢就在北京，距离北大只有1公里直线距离。好，谢谢。陈浩，是我们总裁办的这个战略分析师助理。谢谢。地点北京。啊，来下一个。你可以参与到我们跟谁游的这一轮融资里面来。对，而且这件事儿它特别好玩，它是做全球的个性出游。谢谢。我给你的职位是我的另外一个合伙人，我们的首席运营官的助理，他是负责整个金融业务的。对，谢谢。尹峰，咖啡记啊，作为一个实业公司，正在从传统行业向互联网行业转型，那你进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上我，但是你肯定可以学到。咖啡记欢迎你。谢谢。好，张博，我给到的职位是我的助理，负责战略分析，战略投资方向的。太刺激了，张博，你这样好吗？我愿意给你我们 PVGo 总裁办的助理。来，朱倩，我给你的岗位的话是我的助理的这个岗位，做一些这个并购，比较适合你3个月的时间。好吧，工作地点在北京。谢谢。熊一方。我们的投资团队只有3个人，也就是说如果加入的话，你会跟着3个顶尖的高手一起来工作和学习，因此我提供的职位呢是 CFO 的助理。在接下来剩下的10盏灯当中，灭掉8盏，留下2盏，相信对于你来说不是很困难，是吧？他直接走向了张博。太残忍了，太残忍了，太残忍了。我们私下交流吧。太残忍了。私下交流，谢谢。多么痛啊！来，抓紧时间。看脸呢？谢谢。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一行更好的创业企业，包括美拉。
对，我可以用人格启示。真的，杜宇，真的，我向你保证，我做的是最客观公正的建议。对，把其他的人都灭了。好样的，杜宇！私下交流。谢谢你，谢谢你。哎，非常感谢，不好意思，嗯，谢谢。再灭一盏。哎，我特别不好意思。来，现场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倒数，这事儿不能没完没了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杜宇，灭他，灭他！不是这个，以前人家为了招这下特别棒 ，Bravo！ 有请熊一放、张博谈钱不伤感情。是什么促使你最后还是留下了这一对儿？我觉得我当时之所以要灭他，是我不想我在这个环节更纠结，所以我觉得我接下来这个环节会比较纠结一点。来，请揭晓。八千加一万。好，我相信他们不是疯了，是真的爱财。说一下我为什么要给一万这个薪水，其实你只要了八千，而且我知道我给八千你也会过来我们公司，因为我根本不是看中的是我们这三个月的实习的关系，我觉得未来我们会有结果的。对，杜宇，现在其实就是我认为呢，最后在你这个年纪，就是真的是你应该去需要学习东西的。对，而一航能够给你提供的最有价值、最最核心的东西呢，是你会跟全亚洲排名第一的 CFO 一起共事。杜宇同学，看得出两位老板都特别喜欢你。嗯。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去的目的是什么，你是去提升自己，还是更多的去帮助别人？为眼风点赞。现在你更具备哪一个能力？和更需要什么？好不好？示爱的阶段已经过了，他也不傻，你们说的他都聪明，是吧？自己你是有选择的，来，十五秒钟时间，注意正点。一行美拉或者是谢谢再见，你的选择是？我的选择是美拉，对吧？我过去的确没有在知。